执行一个很刺激的计划，就是跟着上一个人吃爆中山站的美食。我们现在就要来抽出第一家啦！第一家是 Routine Finger， 走吧走吧走吧 ，Go Go！ 我们来点餐吧 ，Go！ 我想要跟上一个人一样的餐点。我有点抗拒。哇！好多脸哦！我选了三个超可爱的迷你的小汉堡，哇，中间这个夹得很像那个港式冰火菠萝油里面夹的那一片，我觉得我会选哎。那现在来吃新品的抹茶爱心，我本来以为是抹茶味会很重，但它还好，淡淡的抹茶味而已。哦，我肚子好饿，赶快来抽第二间，棒棒，这是吃肉都饱嘞，哇，赶快走了。好，我要跟上一个脸一模一样的餐点，哇。四个也太多了吧？上有人点四个，是四个朋友一起来吃吗？超多，天哪！我最期待吃青酱这个，我先来吃这个哦。那青酱是有点甜甜的那种，那面包是脆脆的，好好吃哦。哇，有吗？有香吗？好好吃哦，这个酱超加分呢。我这狗一大坨，这是油条麻辣猪。哦，好脆哦！而且它的麻辣，我觉得不会到太辣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个麻辣猪。你要吃卡东西？真假的？金酱？我跟你讲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现在有随身携带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飞利浦 Sony Care 轻柔多效小亮刷。这支也是我唯一一支愿意带出门的牙刷。哎、欸，很厉害哎！我觉得它那个壳很屌，很漂亮哎，而且它重量超轻，超好携带。牙齿已经干净了，我们继续下一间吧。刚吃完咸的，好想吃甜的。我们现在来抽签吧，我许愿一下，看能不能吃到甜的。沙石神仙草，这甜的哎，哇！我要点跟上一位一样的餐点。哇，它这个冰一挖下去就感觉超绵密的。真的，它厉害，康熙耶，看，好厉害哦，超绵，入口即化那种。哦，它有藕泥耶，那料超多的。对啊。真的好 Q 哦，我喜欢那种 Q Q 的口感。那现在要来吃热的了，感觉很养生，然后不会太甜，是真的养生的那种，甜的就是假养生。废话太多，这个是他们的新品培香仙草冻奶茶，里面是长这样，我现在看不出来，每一口都仙草哎，它仙草超嫩的，好嫩好滑，我觉得这家很赞哎，就冬天夏天都可以吃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吃完了，我们来抽下一家。登波咖啡，哎，这个是那个肉桂卷很有名，每次经过都会闻到浓浓的肉桂味，好期待上一个人会点什么。Hello， 我要点跟上一个人一样的。哇、哦，这个太可爱了吧！这个我喝完想留着哎。然后肉桂卷，哎，然后要学他的表情。这个组合不错哦，会点会点，都点。看起来厉害，因为它不会很干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它外面是脆的，可是它中间是有点比较软软的，然后再配上那个奶油就刚刚好。你看这个杯盖，你知道西西里咖啡是可以减肥的吗？我觉得下一个人他在减肥。专业，我们要抽下一间了，来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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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看一下是什么。哇酷哇酷 pasta， 耶！我们来到最后一间，哇酷哇酷，这间我也想吃很久了，终于可以吃到了。Hello， 我想点跟上一位一样的餐点，可以吗？对，哇。上一个人真的蛮会点的哦，哇哟，他被杀掉了，哇，好大口哦你，它里面很绵密，然后外面脆脆的，所以我那一口下去不会太大口哎。其实它的炸鸡，哦，很嫩哎，天哪，你看里面都是汁，而且它的外皮有脆但又不会硬，好赞哦，感觉很爽，哦，好好吃哦，因为松饼有点都是脆脆的感觉，然后它也是还蛮搭的。我们现在来吃这个甜点布丁，它超可爱的。你是本来就爱吃布丁？嗯，本来就很爱吃布丁，一定要沾这个酱。我觉得它是那种绵密的那种鲜奶油的感觉，就不会腻的那种。给过吗？布丁达人？给过，赞赞。终于完成我们今天的大挑战啦！大家都太会点了吧？而且中山站真的是美食天堂哎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的中山美食吧。好可爱哦。